今天的 iSport 爱运动，今天呢要先跟邓威一块带我们前进到 MLB 去看一看啦。这个世界大赛的第一站，红袜呢是在主场迎战道奇，表现怎么样？表现的当然是还很不错。当然了，这场比赛双方都丢出他们的王牌了，但是这两个王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今天都只投了四局就提前下场了。而这场比赛的关键在第七局，这个红袜队的球员呢，他是 Nunez， 他在关键的时候缴出了一支三分炮的成绩，中场也是帮助红袜队8-4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当然，这也是冠军战的第一场比赛而已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明天早上还是会在分威球场进行。那道奇队能不能从客场偷一场，势必是他们今年呢能不能封王的重要关键。Really want to win the World Series。昨天才说想拿冠军。Second gets into center. 隔天一上场马上就被倒霉，还外加 Benintendi 的右外野方向扑不到的一分打底雷达。Second and Benintendi will come to the plate on an RBI base hit by Martinez. It's 2-0. 世界大赛红袜道奇首战，可是继1916年道奇还叫做布鲁克林罗宾队之后，在最高殿堂的首场碰头，而且第一站使用的球场就是从1912年开始启用的分威球场。双方为了这历史一战丢出一哥级人物，但双方半场前上演打击大战。Machado grounds a base hit left side。你一来我一往，让双方先发投手都只丢了四局就提前退场。基本上道奇靠着 Machado 的高飞牺牲打追回一分，但红袜七局下 Nunez 三分打点扛出绿色怪物的全垒打，成了压垮道奇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中场红袜8-4拿下冠军赛首胜。You know, in the beginning, I thought it was gonna be a single.Because the walk was so high, and I know it was a slow ball. And when I see the ball is going, I was excited because I didn't expect the ball going away. And I don't think the pitching line is reflective of the way the guys threw. You know, to beat a club like that, you got to play a cleaner game defensively.世界大赛 Game 2隔天将继续在分威登场，道奇能不能在客场偷一胜，势必是今年能否封王的重要关键。三立新闻邓报道。看完了棒球，我们来看帅哥吧，C 罗。啊，对，没错 ，Cristiano Ronaldo 呢，最近这个尤文图斯球队呢，是在欧足联赛当中呢，跑回了好久好久以前 C 罗所待过的球队曼联。是的。当然，这场比赛当中呢 ，C 罗他自己是没有进球，但是尤文图斯队最后还是1-0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但关键就在于 C 罗呢，在比赛的时候呢，他在 Instagram 上面也上传了一张照片，他就是在上面写说，能够回家的感觉真的是蛮好的，因为过去他在曼联也待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，所以应该也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吧，我想。但是对最开心的当然就是。是球迷了，能够看到他归位，对他们来说当然是非常期待未来有好的表现。但是最近呢，有很多的球迷们要苦苦难过了，因为福原爱他要打算要退休了，以后不再打球了。是没错，事实上福原爱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啊，他说到，其实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的时候啊，他在那一年拿下了铜牌，女团的项目当中，他就有考虑过说要在这个时候隐退。那当然，但其实在最近这一段期间呢，福原爱你很少在桌球的台子上面看到他，你反而是在一些综艺节目上比较常看到他，要不然就是跟张宏杰一起出现。对啊，已经是妈妈的角色了。是没错，所以福原爱最近在体坛的这个表现呢，其实并没有说非常的让人家觉得哎，好像有特别的表现。导致他最近接下了这个日本 T League 的这个理事，半职业联盟的理事。那未来我们其实也祝福福原爱说，他能够真的把这个日本的桌球往上提一级，同时我们也祝福他的老公张宏杰能够在比赛上面有所成就。没错没错，再来看到是 NBA 的洛杉矶湖人队在前一场对上马刺的比赛，这 LeBron James 一向都被视为是神主牌嘛，有他感觉就是一定要赢啊。不过现在好像看起来，这个不是威力不是很大。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神主牌来形容詹姆斯，都是有拜有保佑啊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因为他在上一场比赛两罚没进啊，所以呢，最近球迷又炒出了另外一张神主牌，是已经退休了的 Kobe Bryant， 大家就会想说，能不能请 Kobe Bryant 帮忙复出？因为过去他在 Crunch Time， 也就是关键时候。基本上罚球很少有在失手的，而今天透过报道，我们要带您看看詹姆斯他在这个 Crunch Time 上面的数据表现，是不是真的比人家差一点 ？Really big now。关键两次罚球没进，让湖人队在第三场对上马刺的比赛铩羽而归，以一分之差输球后，推特上不止有人说詹皇顾着拍电影不专心罚球，甚至还有人说，想想科比当年阿基里斯腱断掉的时候罚球也会进呢。
Bryant again going to work, falls down. Again, he's struggling. 2012-13 赛季 Kobe 对上金州勇士队的比赛，当时 Kobe 扶着脚踝还一跛一跛地走下场。当时有机会罚球的 Kobe 理应可以挂上号，由队友代为罚球。但 Kobe 不止亲自上阵，而且两罚全进，进球后才又一跛一跛走下场。但如今詹皇两罚静默，形成强烈对比。Kobe would never.Kobe would never. 如今詹皇加盟紫金大军，不免被拿出来和 Kobe 相提并论。事实上，两人过去在比赛最后关键五分钟，球队落后五分时的数据显示， Kobe 一共有695次的成功得分，而詹皇只有682次。双方在得分几率上，詹皇可是以总命中率 7%， 三分球命中率 2% 略胜 Kobe。 不过罚球这个项目， Kobe 可是赢了10个百分点。加上最后一集微幅空档没能命中，更让湖人迷把矛头指向这当今第一人。但事实上，詹皇生涯一共遇过76次最后五分钟落后五分的关键时刻，他的命中率可是以55%，大大领先联盟平均的42%。因此，此番球迷拿 Kobe 出来对比的发言显然不够理性。但只能说，联盟第一人的肩膀压力本来就大。例行赛还有79场，詹姆斯好好证明给球迷看吧。三立新闻邓报道。